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观修哈，就是我们观修一些众生呢，他们修成佛。就是他们从刚刚跟佛结上缘以后，我们说当下就是永恒，你当下就可以看到众生，因为这一点点善根，不管他经历多长的时间，他最终必定会成就圆满的佛果，这样子去观修。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佛，你可以观众生都是佛，这样子观。当然有个过程，你可以观众生在我们的帮助下呀，在诸佛菩萨的帮助下观察他们的成长，然后观察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，一点一点成就佛道。在一坐当中，就甚至在一分钟之内，就可以把一个人从一个凡夫变成佛。你看，你已经帮他成就了佛道了，一切众生就在你这样的观修下就成佛了，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修法。这个观修是很重要，如理作意，你可以打坐的时候观，你观一个普通的一个道人，随便你观哪一个，甚至观一个你不太喜欢的人，然后他一点一点善根增长，然后一点一点升起出离心、菩提心，然后空性见，然后一点点成就菩萨道，生生世世行菩萨，最后成就了佛果。你在打坐的时候观想一个众生，一个凡夫，特别是观你这个不喜欢的众生，观修他什么忏悔业障，他们在积累善根，行能天善法，有解脱道，积累一些解脱道的质量。你怎么广修供养？怎么离境诸佛？观修他一点一点进步，然后观修他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到他成就佛道，随喜他的一切这个修法的过程。观修一切众生都在成就佛道，这个修法其实就是一种回向，事实上也是在回向这个众生成佛，甚至把他那个成佛的过程都给做回向。
而你这种回向呢，对这个众生成佛是有帮助的。这个是最好的一种回向，比我们平常念一个结果呢更有效，因为我们观想它这个整个成佛的过程嘛，不断的这样的观修的话，既利益到了众生，同时也成就了自身。你这样不断的观修以后，你这个成佛道你也就快了，自己也是这样，就不知不觉也就成佛了。所以说这个观修很重要，这个观修就是为一切众生做回向，并且是非常殊胜的回向，回向一切众生成就佛道。这是最好的一种回向。你看我们天天都念回向众生成佛道，但是这个念诵啊，其实还是不够发自内心，不够有力。通过这种观修的话，以后你再念回向的时候呢，那你这个回向就非常有力了。我每天都回向菩提，回向众生成佛，只是念了一个结果，你要发自内心的去观想的话，那个力量就是不可思议的。包括我们学的那个普贤行愿品，最后回向的四大行愿，其实都是观想众生成就佛道，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嘛，众生都成佛了才叫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，众生戒尽。四大行愿其实就是观想众生怎么成就佛道，通过这样的念诵和观修，你以后看到任何一个众生，你都想这是未来的佛，你坚信不疑。为什么？你都观想他成佛了嘛，观想他是从一个凡夫怎么样的修成佛道，这样的观修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